开始吗？好了，开始。你坐着摩托车啊？对。哇，我这是哇，这个是跳动的那个对摩托引擎，跳动的引擎哈。对。哇，那摩托车怎么停呢？这样。哇，它还有一个停的那个。对。哇，好酷啊！好。然后，这里可以这样。哦，它龙头也可以转。哇，你坐这台摩托车，很好看。然后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嗯、这个很特别、那个，超级特别，嗯，人吓死了。这个摩托车这里有气压可以用。哦，你这样压哇，我那个蓝色那个。对。哇。还是可以压气呀、啊，打气。我那还有个红色挡光板，哦，还往下面啊，对呀、啊，酷。这里有一个开关键，然后，你看这样啊，我再压气压进去，哦，那个上面就上来了，哇，挡风板就上来了，对呀、啊，哇，好特别、啊。然后你看下面这里，下面这里都是这样。对啊，那转它会。对，嗯。转啊，对对对，嗯。然后你看的，这一边，嗯。嗯。哪里？红色那个吗？哦，里面，对。这个很像钢琴一样。嗯、啊，对对对。我看看那里。那里有啥的？哇，摩托车很酷呀、啊！对呀、啊。你就回台湾可以来骑，刚好欠一台摩托车。不，不可以，这太小了，二层可以骑啊，吓死人了。好了，介绍完了吗？介绍完了啊，谢谢观赏。那个等一下再介绍。你坐的摩托车有一个坐的摩托车，哇，很酷。